今年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百年诞辰，本港举办合资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展览活动，等我们可以从文化艺术角度一起向金庸先生致敬。我们跟随民安队的社区教育组来到屯门一间中学进行山岭安全训练，学习一下户外的急救技巧。想知道多些，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2《凝聚香港》。